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特有吗？是我们店特有。哦，这家歪歪味的海底捞特有金杯爱心金杯。这个是什么？就是芹菜末。然后大概两勺左右。青菜末两勺，好。哥哥倒一点那个小香葱。啊？倒一点小香葱。在上面。小香葱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现在去找。然后大概是辣椒，不对，这蒜泥。蒜泥对，嘴有点瓢了。辣椒可以吃吗？可以，辣椒粒。辣椒碎。然后会有一点豆花小料，哎，我刚才客人弄的豆花小料。这个把那个豆花小料里面豆皮捞出去的。尴尬哦，没事，可以了。小香葱大概两勺这样子，香葱两勺。然后豆花小料的话，豆花小料两勺，好。然后一点点辣椒油，
这是辣椒油，对，一勺，一勺辣椒油，然后一小勺白糖，一小匙白糖，然后你是重口味呢还是清淡一点？那就大概两小勺盐，两小勺，然后味精一点点，味精少许，对，少许，好。然后我们的海鲜酱油可以来一点，海鲜酱，嗯，海鲜酱大概一勺，一勺，然后呢，然后我们的沙茶酱，沙茶酱，沙茶是台湾沙茶吗还是哪里？那个福建他们福建的沙茶 OK。 沙茶酱两小勺酱，沙茶两勺，然后蚝油一勺，一勺半，蚝油一勺半，然后我们的炸葱头，炸葱头 OK， 炸葱头大概两勺，它比较香，两勺，然后炸蒜泥一点点，一点点少许，然后麻油，这是芝麻油，两勺芝麻油，哇，已经满出来了，然后呢，红椒油，喜欢吃麻吗？不要麻，如果要麻的话加多少？其实就加一勺提一下味的，一勺提一下味，那我们不吃麻，那不要加，好，这样就好了吗？来一点点辣椒粉和胡椒粉，辣椒粉跟胡椒粉，辣椒粉胡椒粉在这边，胡椒粉少许，然后辣椒粉的话因为它这个口比较小，就这么大一点，哦，好豪迈哦 ，OK。还好它是提香，它不会很辣。这辣椒。然后盐的话，可能我要再来一 点。盐的话，所以刚盐是加两勺。对，刚才两小勺，现在再来一小勺就可以。所以盐总共是三勺。其他的就 OK。这样 OK。这新加坡小姐姐特制的，这叫新加坡麻辣锅。但是这个水稍微有点多，我可能要舀出来一点，好，不然它会比较大。可以。OK， 我们现在四个锅已经出现了，所以这个是单点的番茄锅，这个是日式寿喜烧锅，然后这个是豆浆锅，然后这是新加坡小姐姐特制的辣麻辣锅吗？因为没有麻，你可以称它为香辣锅。香辣锅 ，OK， 香辣锅、番茄锅、日式寿喜烧锅、豆浆锅，耶嘿，好了。冰城，在新加坡海底捞自制蜜雪冰城。OK， 首先跟店员拿西瓜，然后这是哈密瓜，这是椰奶，然后这个是我们刚生日的水果冰牌拿出来的，这个是
火龙果、草莓、葡萄，这个是苹果丁，然后这是芭乐丁，这是柳橙丁，然后我们买了一个雪碧，然后跟小姐姐他们拿这个，这是碎冰加吸管的一个空杯子，对，然后我们这样一个自制一个蜜雪冰城，开始。我们今天总共所有的东西，这个是虎年限定的钱包，然后它可以放公车卡，然后这个呢是他们送的火锅卷，就是给你下一次来海底捞吃饭的时候可以用，然后还有这个是他们给的那个生日礼物，它是爆米花，然后它也是零食这样子。然后这边生日的话，你有分男生女生，如果你是女生，他就给小姐姐，然后如果你是男生的话，他就给小哥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然后他会插在不一样的那个蛋糕上面。今天挑战新加坡海底捞自制锅底自制饮品，按号实测成功。那我们今天两个人花费68.8，可以加吗？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我们乔林子下次见，拜拜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